大家好，我是 Eliza 岑丽香 ，Vancouver， 我翻嚟啦。今次我好高兴可以翻到我长大嘅地方温哥华，同埋去埋多伦多参与《魅力凝聚新时代》。到时我会喺当年我成为华裔使者同一个舞台，同大家唱歌同埋玩游戏。咁当然我哋会带埋好多好多礼物啦。所以温哥华、加拿大、多伦多，我哋约定你。快点成为新时代电视 Facebook 粉丝，赢取入场门券，